之前那个特别不靠谱的医生，他怎么回事啊？那个顾卫太不靠谱了，自以为是，随便给病人下诊断不说，最主要的是他们全科室的人都知道他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，这种人可信吗？他不可信啊。那是不是长得挺帅的，身材挺好的，是个小白脸吧？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今天这位专家他靠谱，愿意给老林治病，我马上给老林转院。行，必须靠谱，包我身上。我肯定相信你啊，绝对比那个小白脸要靠谱。对，恐怕让你失望了。小白脸，他就是那医生，小白脸。这家店好吃吗？嗯，非常好吃，相信我。这边，谢谢啊。这是我们订的座吗？是的。谢谢啊。这是我们的菜单。谢谢。今天是情侣主题日，情侣主题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是这个日子。我们有三种套餐，有288的、388的和588的，请问二位要哪一种？哎，跟我说，我请客。哦，明白，看来是女朋友关系。不是，没，请问。那请问你要哪个档次的套餐呢？嗯。哦，我们588的套餐里有一个升级甜品，新型的提拉米苏，名字叫一心一意，寓意很好的，二位要不要试试呢？没事，我自己再看看。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名分啊？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瞒着你爸妈吧？什么名分啊？哎，我亲点。林志孝，把你腿放下！哎，不像话！我腿受伤了，他帮我擦药呢，真的，你看。擦药要离那么近呢、啊，他分明就是居心叵测。林老师，你别叫我，这儿没有护士，要你上手啊？你就是想占我们家笑笑便宜？不是。林老师。我和林之孝在一起了。啊？